大家晚上好，今天吧，我那个录一首就是《500年桑田沧海》送给大家，因为这首歌我是非常喜欢的。感谢 YY 官方工会的领导给予了天伟这个平台，正因为在这个平台当中，天伟伟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，现在是那个百度音乐人。就得他的歌曲在雷锋电视台、中央雷锋网播放，得到冷宽众将的支持，非常感谢。如果没有好的平台，就没有这个机会。所以说，我就非常喜欢这首《500年桑田沧海》，因为孙悟空也是被压在五行山下，没遇见唐僧的时候，他就是一个泼猴，但是跟唐僧取经的时候，他成了修成正果，成了斗战胜佛。也祝我们的工会越来越红火，感谢魏家军的好朋友陪我们一路走来。那个我来一首《500年桑田沧海》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我们的 ID 是52564，每天晚上8点直播。500年桑田沧海，万事也长满青苔，长满青苔，只一颗心儿为向往着逍遥自在，向往着逍遥自在，哪怕是野火焚烧，哪怕是冰雪覆盖，依然是志向不改，依然是信念不衰，蹉跎了岁月，伤透了情怀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偏有这样的安排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！在百度搜索田伟伟就能搜到他很多作品。这也是我也是沾我女儿的光啊！今天在这录制首神曲，希望大家好朋友帮助给转发、评论、点赞。500年桑田沧海，万事也长满青苔，长满青苔，只一颗心儿为向往着逍遥自在，向往着逍遥自在，哪怕是野火焚烧，哪怕是冰雪覆盖，依然是志向不改，依然是信念不衰，蹉跎了岁月，伤透了情怀。为什么？
为什么偏有这样的安排？为什么为什么偏有这样的安排？喜欢的朋友帮助转发、评论、点赞啊！我们的 ID 是52564，每天晚上8点直播。